球。哦，你说公主蛋呢？我不是跟你说了？这样吧，你要巴啦啦小魔仙那个公主蛋还没有生产出来，我们就拿这个好看的。有哎，等一下，可是有我们有巴啦啦小魔仙呢，我们用这个好不好？公主蛋还没有生产呢，好，谢谢大家，我们掌声给我们的爸爸和我们可爱的小朋友，谢谢，谢谢大家。下周六晚，清新女神高圆圆梦幻降临，现场大诉逼婚烦恼。家里人在催你嫁吗？已经非常难嫁的年龄了。我有时坐在那儿听，我真的觉得，就因为我在这个年龄没嫁到，我就要受这个屈辱吗？太好了，却意外遭遇表白。我承认，当时我心里确实冒了点鬼，但是我很快我就兜回来了，就我觉得有点尴尬。看国民妈妈凯莉妙语连珠，嗨翻现场。您当时是不是很多人追您？那实在是太多了，那个年代。一眼见圆圆，我觉得她太美了。我想要不是我演她妈，别人谁配得上能生出这样的女儿啊？急疯了，不是，你看谢娜岁数跟你差不多少，条件也没比咱怎么好，是吧？差不多。你说他找谁了吗？张杰。哎呀妈，特好，特优秀。不是有个姓赵的小子一直都追你吗？说是都两三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还有史上最爆笑的 Yes or No。 他经常来大本营吗？他拍戏就是为了来大本营的。他是你的类型吗？他见过你父母吗？我不要玩了，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天才笨笨碰对抗升级，抢生四期。如果是维嘉，我就放心多了。你真的输的次数是有点多。你还在主持吗？都在哪些台播？爆破。干哈？再玩一会儿吗？求你了。我是输的多呀，爆破。再玩一会儿。高女神遭遇女神经，大怪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赵又廷。你真的有哎。啥样？不行，你不能又傻了。易中天，哦，原来易中天和赵又廷是好朋友。下周六晚，光棍节前的爆笑夜，不要错过。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屏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一次谢谢爸爸，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天窝茶庄炭烧奶茶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有乐精神，就继续支持《爸爸去哪儿》吧。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你就是在秋天不怕也不怕。宝贝，我是你的大树。